是鞭炮。看了就开心了。恭喜大家哈，可以看到这场真好、真精彩表演。在这里建议大家把口罩戴好。因为四十四会抛啊，然后第二个赶快再后退三步，你刚才看到这些抛啊，你就知影哈。有带小朋友的，尽量再后退六步，这个六步刚好有赶上今天的一个行程。咱南平这边的咱的朋友吼，猫玩者，因为因可能往南平飞吼，猫玩客较远者。咱大头这边的麻烦退较远的吼，拜托者，因为四十四个炮啊吼，咱前天讲啊，厝人讲要来打炮吼，要收只麻烦者，恁退较远的吼。啊，咱甲大头回信嘞吼，咱大头的物件即摆应该是要用塑胶袋先盖一下吼，无因会足大个吼。每个菜色可能都会添加胡椒粉。咱的大头会记吼，先把咱的门、咱的食物先盖一下吼，以测安全呐吼。好，这因为吼，真正的吼，这四十四炮啊，不开玩笑的吼，这真正是有练过的哦。哎，回去千万不要模仿了哈。你有看咱陈水将军哦？你看到陈水将军，你去退到中华路去，你就知影四十四炮啊。我也入境一下。我现在在昊天宫这边，大各位可以看一下哦。把咱这两队兄弟队先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？掌声愈大声啦！咱将咱的陈立刚队甲苏老亮哦，脚步愈大愈快步啦哦。到目前为止，应该全世界唔爱看过这好的呈现哈，大家拭目以待啊！用四十四鞭炮模仿地毯哦。真正是无简单啦吼！再次提醒，唔好愈行愈近啦，真正较配合的。良心的建议哈，再后退一下，尤其是有带小朋友的哈，尽量配合。再次感谢大家配合。来，咱麻烦一个退后者，拜托者好无？咱前天讲出来，你讲不出来，来来麻烦者，咱个退上哦。这嘛是咧为全省哦，咱大人咧打跑啊哦，是红地毯铺了有老七百公尺有啦吼。Oh.
都是